躺在这里的这名往生者名叫刘米兰，这一次他要用自己这具不那么完美的遗体去完成他最后的诉说。1942年，年仅15岁的刘美兰被日本军抓走，做了随军慰安妇。2年后，她趁着生产逃跑时，锁骨中了一枪，虽然命大没有死，弹片却留在了体内，并在70多年后的今天，割破了她的颈动脉，最终要了她的命。在经历过巨大的痛苦与不幸之后，他依旧凭借着坚韧之心度过了生命中的至暗时刻。他没有手机，不会上网，却用自己柔韧的身躯撑起了家庭的一角。在那些无眠的午夜里，他以自己执拗而笨拙的方式对抗着曾经如同噩梦般的记忆。他们是慰安妇，但慰安妇不是他们的名字。在这个统一的称谓背后，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他们有父母亲人，有悲欢爱恨，他们所经历的绝望真情而刻骨。无论他们余生选择用什么方式自救，请记住，做错事情的人从来都不是他们，要承认错误道歉受罚的也不应该是他们，他们是无辜的受害者，是需要我们去保护的人。今天这具伤痕累累的遗体躺在这里，就是要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，这悲伤的历史绝不能再重演，这悲伤的历史绝不能再重演。
出来了之后，想着到处逛逛，顺便等一下你，就撞到这了。人都走了吧？嗯。今天不用上班吗？专门调休了一天。这里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你想象的是什么样？没这么有生气吧？这些树啊，花啊，感觉都特别有生机，感觉不像个殡仪馆，倒像是公园。殡仪馆又不是阴曹地府。